你们好，我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，说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丘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。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，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惶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慰安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”阿利路亚！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诸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家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因比你，因此所要生的生子必成为神的儿子，或作所要生的必成为神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离的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阿门。
所以呢，这个说关于玛利亚，接受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不从地球上来的，但是说从神来的。约瑟不是爸爸，是神的儿子。玛利亚她有人类，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呢是神和人类在一起，因为玛利亚有人类的事，神有神的事，所以呢，耶稣是谁呀？他完全是神，完全是人类。所以呢，神要变成人类，但是还是神呢？但是在肉体里，他是要做神第一，他需要河水，神没有河水，但是他当人类的时候应该喝水，应该吃饭，应该走路，应该呼吸。阿们。所以呢，玛利亚，我们看看她在家里的时候，还是在一个房子里。但是我想他是在他的屋子，然后一个天使来的，那个天使告诉他，他要接受一个孩子，从哪里来？从天国来，是神的。但是那个孩子在他的肚子里，从之前的，从第一天的到出生的时候，不是他接受了从天堂来的呀，是一个 baby 在他的手，没有，在他的肚子里。所以呢，那个孩子经常变成大一些，没就大一些。阿门。所以呢，神变成人类，他的灵在哪个肉体里，然后他说的话，他说他可以说关于神，然后关于人类。所以呢，玛利亚听见他要生了一个孩子，他要接受一个孩子在他的肚子，然后生了一个孩子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不知道怎么可以呢？怎么会呢？因为他没有跟约瑟结婚，没有那些。他没有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然后有那个行动，做了一个贝贝，没有啊。所以呢，他不知道
怎么可能？他接受了一个贝贝，哪个妄想啊？如果他跟约瑟没有结婚，没有在一起，没有在一个家里，他在那边，玛丽亚在这边，没有，睡觉在一个地方啊。所以呢，他不知道怎么可能他接受了一个贝贝。哪个天使告诉他，告诉这个贝贝重生来的？神很久以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但是创造了当一个大人呢？大人类，夏娃一样，但是这个贝贝从开始的时候在玛利亚的肚子，所以不是一个大人类，是一个小小的 baby 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呀，从那第一天。开始，阿门。然后，玛利亚听见从这个天使，他有一个，有一个，他有那个表妹，但是那个表妹是很大的。玛利亚是很小的，她可能是17岁啊，不知道。但是她的表妹，她很大的，没有生孩子啊，所以呢，人类说啊，她没有生孩子。他们不喜欢那个女人没有出生的孩子，但是，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，因为他有一个孩子在他的肚子，然后玛丽也听见他有6个月。然后他要给他的孩子名叫约翰，但是玛利亚听见他的孩子名叫耶稣。玛利亚和惠瑟，2个人听见哪个孩子？是耶稣，他的名是耶稣，不是天使跟玛利亚说，这个是他的名字。约瑟，这个是他的名字，不是人的名字，耶稣。然后呢，跟约瑟那个天使告诉他，在他睡觉的时候。他是伊玛内利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呢，这个名字耶稣是神爸爸的名字。然后玛利亚，那个天使。可能到了他的屋子，然后告诉他，他也要生了孩子，给他的名字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呢，约瑟和玛利亚，约瑟听见他是神呢、他的名字是耶稣啊。玛丽听见他是神的儿子，爷的名字是耶稣啊，所以呢，那个名字耶稣
是熊的孩子的名字和熊的名字。熊是谁呀？熊是爸爸，他创造了我们呢。熊的孩子，哪个是人类？所以呢，熊就在哪个人类呀？里面，他说了，他能够说关于一个人类，熊的孩子，也可能说关于什么？但是名字是一样的，他是耶稣，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两个，但是不是两个人啊，两个神啊，不是，是一个神啊，没有其他的神，只有一位神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他的名字是耶稣啊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想想，玛利亚，看着这个天使告诉他，他要生了一个孩子，所以呢，那个孩子也在他的肚子里，他去看他的表妹，看着他多少个月吗？3个月，可能他看到约翰出生的以后，然后他们名叫那个孩子约翰，然后他回去他家里的时候。约瑟看得到他。哦，有问题，因为他的肚子有孩子，不是约瑟的。约瑟想想，玛利亚，他做的不好的事，还是，做了一个事情，他不知道。但是他知道不是他的，所以呢，他要停止他不要跟玛利亚结婚。他要跟他说，我不要你。但是哪个完善呢？神给约瑟他告诉约瑟，通过一个天使在睡觉的时候，哪个 baby，哪个孩子不是你的，就是说你不是真正的爸爸，我知道，但是这个 baby 是神来的，是神的，是神的，神给他，他是一枚内力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然后你约瑟，你要跟，不要怕。你要跟玛利亚结婚，所以呢，他起床那个时候，他去看玛利亚，他说：“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要跟你结婚，因为天使。”告诉我，在我的睡觉，我睡觉的时候，他告诉我那个是什么的，然后他的名字是耶稣。玛丽也说：“哦，那个天使也告诉我他是耶稣。”哦，我们有一个孩子很大的，
还是很有名的，在天上啊，但是在地球啊，它是不是很有名的？现在呢？但是因为我和你只有哪个人知道？但是玛利亚，你告诉你的表妹吗？可能他告诉他，因为在进入他家的时候，那个表妹在肚子里，他的孩子是这样子，呜呼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觉玛利亚的孩子在他的肚子，约翰感觉那个他不能够看得到，但是他能够感觉呢，所以呢，玛利亚应该说出来哪个孩子是什么，是谁呢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，从哪里来啊。玛利亚告诉他，不是灰色的，不是灰色的，是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可能我告诉约瑟。啊，你不要他，不要告诉他，神要告诉他。嘘，没有告诉他。阿们。所以呢，玛利亚后来看得到约瑟，约瑟可能感觉完全不好啊。但是神告诉他，在他的梦，那个孩子是神的。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读一遍26和27节。阿们。26和27节说，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与经许配搭未嫁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阿们。所以呢，约瑟和玛利亚住在什么地方？他们住在北部。什么地方？26节说，哪个地方是拿撒勒？为什么在拿撒勒？他们不在他们城出生的城市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去拿撒勒到哪里呢？可能他的家人，还是有一些人去那边，因为有工作。但是在他的
出生的城市没有工作，所以呢，他要去那边工作，可能是这样子的。Amen。所以呢，玛利亚和胡穗，他们很好，很好。Amen。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在阿里路亚第五章第二节说，他建有两只船玩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驶往去了。阿门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路加福音，不是。这个不是，等一下啊，好了，到了，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，在这里，伯利恒，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阿门。所以呢，约瑟和玛利亚是在伯利恒出生的，我以为。所以呢，他们应该去那边，因为他们应该交税，有人不要交税，因为罗马那个国家，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国家一样，以色列的国家，他们赞美主耶和华，但是罗马人他们有不一样的神呢，很多神呢，但是以色列他们有一位神，没有其他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不要交税到罗马的国家，但是，而且呢，那个天使没有告诉约瑟交税，但是他去那边，因为他应该交税。阿门。他做了哪个？他留有跟玛利亚去到，去到那个伯利恒交税，但是我以为是很难走
路，因为玛利亚的肚子很大的，要去生的那个孩子耶稣。但是你应该交税，不是很容易啊。约瑟和玛利亚要看看，怎么可能我们去到那边？但是神帮助我们，因为如果神跟我们同在，就是说神帮助我们全部那个旅行。走路，他帮助我们，他在我们的旁边，他帮助我们，所以呢，他们去那边，然后去那个有一个地方要睡觉，但是不可能进入，因为没有地方，应该去别的地方，那个动物在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家。所以呢，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在那边看到也是出生的孩子耶稣在那个地方。可能说动物的家Amen。 所以呢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说，这个我们应该庆祝，因为是神耶稣出生的，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庆祝这个日。Amen。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圣诞节，所以呢有很多国家要庆祝耶稣的出生的时候。 Amen。 是非常非常好啊，记得为什么耶稣来了，为什么神要变成人类，因为我们有罪，他要原谅我们的罪。阿们。神祝福你们。哈利路亚。圣诞节快乐。